虽然过咗500年咁耐，但当日佢嘅所作所为，我到今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记得嗰同一父母本来可以无忧无虑、快快乐乐咁样生轮到生活，点知有一日本嚟亲眼睇住自己父母俾人住咗嚟食，已经够晒惨。偏偏就系呢个时候，俾我见到个衰神。 呢只嘢啊，身亡死两肉，烹调鬼命，系食啊，都嘈多佢几日，嘈到佢肥肥白白先锯佢。为咗等嗰个衰神出现，我唯咗藏喺雪燕勾栏里面，一边利用我嘅法力，迷惑身边所有嘅男人，吸取佢哋嘅元气嚟增强我嘅法力；另一边就系等嗰个衰神出现。 男人死喺我九尾狐身面，成嘅销魂爪之下，死都死得灵蛇开心。<笑>烟赤霞，你想唔想试啊？仲以为边个添？原来系我条身为根送上门。你讲咩啊？就嚟天池洞，等我煎咗你层皮，咁我咪有身为根咯。<笑>上次你都收我唔到，更何况系今日？ 对自己死心塌地，最紧要嘅系三个字：求不得。最重要嘅系你嘅男人系当今嘅皇上，由细至大，所有人都对佢阿谀奉承。佢话一，就冇人敢话二。所谓七分奉承，三分婉拒。 只要你拿握得稳嘅话，自自然然就会搞到佢啰啰挛，觉得你与别不同，非你不可嘅。